贫劝一声，这位施主，我他有弄啥嘞？是贫僧唐突了。贫僧想要一瓶生发速成药水，待我长发飘飘，便可以女儿国国王一同赏月饮酒，岂不美哉？你这和尚怎么酒肉穿肠过，美女在身侧，破了戒了？嘿，哈，这都啥年代了，哪那么多规矩？现在想当和尚，怎么说也是研究生起步，好不啦？很困难的了，那肯定也不差钱喽。小金呐，生发药水正在搞活动，2888点券，买一瓶送一瓶玉露琼浆，美容养颜可是好东西啊！你不是要去约会吗？搭配一套气质碾压，头发真能咚一下长出来，那来个套餐，得嘞！别说咚头发了，还能咚点别的。生发药水是外敷的。哇，扁鹊的药水果然神奇。喂，国王妹妹，金晨哥哥，听说你要约我赏月？没错，我们一起赏月饮酒，老地方见。怎么还有其他女人？和尚，我看错你了，渣男！女人？什么女人啊？我怎么变女的了？我就说生发药水是外敷的呀。